哎，好像停了哈，好像还有一点儿，嗯，还这么漂亮，还漂亮，都、我都老太太了。以前你那个电视主持那个在中央台，嗯，这你还都记得？我都记得，我都看你可漂亮了。你是几个孩子？我两个女儿。两个女儿真够有福的哈，都成家了哈。都成家了，我跟大女儿在一起。你跟大女儿在一起住？因为我先生没了。没了十多年了。哦，就通过这次出来跟他们录节目，回去你会有所改变吗？反正我觉得吧，比在家里头蹲着强，就是和大家说说笑笑的心情就会好。要不就像我这种心情啊，我觉得在家越蹲越稳，要不得成天哭啊，是不是？得成天委屈啊。经常觉得委屈是委屈什么呀？你说委屈什么呢？嗯，觉得委屈，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有什么心里话没有人听。对，可能是你需要倾诉。可能是不算了。不算了。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他不说的，算了，不说了。我估计我老年也得和你这样，也特别好哭，动不动就觉得，是不是有点太感性了啊？我也想好了，我自己快快乐乐的，慢慢的我这个病发展的就能尽个量就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一定要慢一点。两年前吧，就是我刚开始发这个病的时候，就是说心里头有，比方说在有什么事儿的情况下，然后呢，或者是有什么心里想不开事儿的时候，我没有人去倾诉，所以说我就爱哭。可能是就是去释放我这种用电影的用户去释放我这种心情吧。和现在可能慢慢慢慢的我的这种心情哈，随着我上外边去多活动多接触朋友，我想慢慢就会缓解了。